这个推荐给大家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它的那个草莓很新鲜，吃起来，然后奶油也不腻，上面还有虽然不像这么多的杏仁片，但是有一些，我觉得超级好吃。给他做个梨子汤，刚才剪头给他把这儿剪瘸了，讨厌了我半天吧？没有，哎。来煮一个焦糖奶茶，先用那个无水无油的锅，然后撒上糖，把它烧成焦糖。因为我家里有这个龟苓膏，我等会儿准备一起龟苓膏烧成糖，它会慢慢的变黄。然后烧成焦糖色呢，我们就开始倒牛奶。把牛奶倒进去之后，用刮刀把它下面的那些糖给它弄散，散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茶放进去了。我用的是这个牌子的侍女茶，换了一包。我觉得这个大吉林的这个茶，就这个牌，这个品牌也不叫这个品种，就比较的适合来煮奶茶。然后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就边煮边压这个茶袋。这个锅已经沸腾了，就有火，然后就等它泡一会儿就可以喝啦。然后就做好啦，你学会了吗？是吧？今天继续吃饺子，然后这个已经被我们消灭了一大半了。在超市买的那种鸡块，开吃了。刚才在看这个，在网上看这个粉底，因为我之前一直想买一支粉底，然后我就看了半天，然后我就给加斯本说，我说你给我买个粉底液吧，然后他就拿出来了这个，我天哪！因为有一次我跟他去逛一过，我觉得这个很漂亮，然后我看了一下色号，其实他买的色号也买对了，他好像买的是最白色吧，我好激动，我觉得超漂亮这个粉底液。就是它里边也很好看，还有包装，真的是每天都有惊喜。哎呀，我终于有了，我终于有一个就是很满意的粉底液了。站在储物间门口，然后我在这看这个毛衣，它在里边突然又拿出来什么什么什么，你说这是什么？美乃滋？什么不是，你说前面它的？据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乃滋。真的吗？多少钱一罐？四五块钱吧，忘了。我以为很贵呢。还给你买了杯子。啊，还有，嗯，家里杯子那么多了，你不是之前喜欢这个吗？对，因为它是这样亮杯的。谢谢你，在这儿敷这个绿泥，然后我在这儿敷这个果酸，红绿侠。喜欢。今天吃泡椒牛肉丝和麻婆豆腐，讲完了。出门了，今天超级冷，这周开始降温了。然后我穿了上周买的一件毛衣，然后裤子也是新的。然后今天穿上了羽绒服，新的一周。我给他剪的发型超级满意。刚才我们在路上等车，然后等了一会儿，突然决定去吃意大利面，超级冷，直接走过去。然后还戴了个帽子，是加斯伯的。这115可以。嗯，行。吃不吃别的了？不吃了，你要吃什么吗？我没有吃。这是他的道恩。很好吃，这是我太撑了，已经吃完了。今天的早餐，我的牛角都变成这样了，黑乎乎的，咔吃。吃饭啦，今天是土豆烧鸡，全部是用的鸡皮做出来的，有一点油都没有加。然后是海带排骨汤，海带筒骨汤，咔吃。包装，就是各种包装，把裤
门了，超冷的这几天，多穿多穿，我还系上围巾，我还想戴个帽子出门来着，就彻底是冬天啦。但是其实再过段时间会更冷，期待下雪。叶子都落光光了，我回家了，因为今天加斯法上课，然后好久没在家。这个我走进来一看，嘿嘿，上面是写的 Happy Birthday 吗？啊，我哭了，哦，眼泛泪光。因为现在中国时间也算是我的生日了吧，然后我记得我是一年前的时候开始记录我的生活，就开始在网上传我的 vlog， 竟然已经一年了，这就是生日礼物啦。其实我本来都已经卸妆了，为了吹蜡烛又化了一个妆，然后现在去拍照。你先过可以吗？嗯。点蜡烛吗？嗯，先拍还是先点？先给你照张相。嗯，拿我手机。电线啊，把这个电线拔了吧，能不能暂时拔着？拔了会影响啥？算了，不用拔，无所谓。这样，那或者这边。你别再吵了，看着我哈。我先看一下我的发型。把我的手机拿过来。不行不行。不行。这床也不能要。啊。我不行，不能拿，不能拿。没事，你把那个拿下来行。哎，在这儿拍不就行吗？嗯，这边拍。哦，也行。那你许愿的时候，你给我拍照哟。嗯。唱歌吗你？Happy birthday to you. 顺德 Herzliche Glückwünsche zum Geburtstag. Herzliche Glückwünsche zum Geburtstag. Herzliche Glückwünsche zum Geburtstag. 有没有好看的照片呢？可以跟我一起吹蜡烛吧，要等它烧完吗？随便。那我们一起吹。你吹吧。我还没吹呢，你就把它吹。我没吹，我也没吹。不用了。我拍完照了，我还没有吃蛋糕，我要去卸妆了。可是我舍不得我眼睛这个亮片，哇，真的好闪，就是那个Urban Decay 的 Cowboy， 好闪！要谢谢咪咪眼送给我的这个眼影，我每次在重大节日的时候都会发出来，哎，都会用这个，好闪好闪，让我多欣赏自己一下。今天给自己煮的小火锅，开吃！今天用了这个粉底，也觉得还蛮好用的，它味道超级好闻。有空来拍一个测评。出门了，24岁，今天是，本来昨天还是23岁是吧？一个新的粉底液，超级喜欢，蜜桃味的。嗯，晚上准备去吃一个泰国菜，希望好吃吧。今天还蛮冷的，但是天气还比较一般。我们现在去吃泰国菜。
你觉得我今天的妆效怎么样？不错，挺细腻的。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用的。进来，我们去吃这家。走。蜜口。可不可以拍照？来台。走吧。走吧。是不是从这儿的？是。你这个太夸张了，你告诉还是水呢。哎呦，那你再泡泡不泡？我的像肉汤一样。第一道菜没有青木瓜沙拉，第二道菜是一个汤，这个过程太漫长了。没听懂。不知道。香蕉椰奶吧。我走路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吗？有人看到我。你在垫些脚走。我们吃完出门回家了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蛮好吃的。就是吃的太饱了，我觉得我们点的那种 menu 超级多菜，最后还有一个甜品。车来了。今天是22号，终于开始吃这个蛋糕了。每个人在家，然后我收了一个快递，是 Jasper 生日送走最后一个快递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吧。是这天收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一点都不知道。这个牌子的杯子，哎，这我好像也点过赞呢。是这样的一个杯子，天哪，这个我记得我好像也点过赞吧，超喜欢。我一直想要一个这样的杯子来喝茶或者咖啡什么的，就是在下午的时候美美的这样喝一杯，感觉特别的享受生活。我们来今天尝试一下把头发扎起来戴帽子的这种，然后戴了一个新的耳环，之前没有戴过。然后今天是星期四了，这周还上，今天和明天就又放假了。其实我下一周只上一天课，然后就基本上没什么事儿了。至于刚才 Jasper 送的那个快递，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我什么时候点的赞，我有点找不到了，不太记得了，就是有点印象。我想先知道了之后再告诉他我已经收到这个快递了。里边穿的那种格子的直筒裤，然后配了一个这种军绿色的大衣，很长的这种，我觉得这搭配好好看啊。可能我应该穿不出这种感觉。推荐一下，这个面霜其实真的很好，打开之后呢，其实它就已经撕掉了，真没什么功能啊。出门啦！刚才从那个信封箱里面投了一个快递，然后是之前买的拍立得的相纸。今天是黑五，然后应该有很多人买了很多东西吧，反正我是买了一些东西。哎，后面有人在收垃圾。我刚才帮朋友买了支口红，我是在 Coffhoff 里边买的，然后买了一个卸妆的，就是 Pharmacy 最近很火的那个卸妆膏，打折才21欧。然后目前就没有买什么了。我们
来吃中餐自助。一块蛋糕结束今天的午餐。知道你是不是什么好是主要的。再往前面走，我们山人呢在看我们。哎，怎么这么顺畅？小心钱包什么地方。哎。这不能坐，都是站着喝。坐木马。哦哦。就是像那种。这是卖炸薯饼的。这个太烦了，我昨天晚上看的他是打75折，我本来准备今天早上就再逛逛再买，结果今天就只打8折了。哼，吃饭，把这个蛋糕吃完，这是最后一点了是吧？嗯，然后开吃。出门感觉穿了好多呀，超级能。我们现在去星期六，哟 ，It's so tight。星期六出门去买菜。都不会坏掉，香味。
吃行不行？嗯。吃饭啦！好久没有在家里煮火锅了，今天在家里煮火锅吃，来吃。刚吃完饭，那这周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我们下周末见吧 ，Bis nächste Woche，Tschüssi。